防弹少年团近日陆续展开 solo 活动 ，DJ Hope 之后，队内大哥 Jin 也将在10月28推出首张个人专辑。而日前他也难得以个人身份出演了李永智的网络综艺，虽然没准备什么菜，两人在节目上不仅狂灌金门高粱，还玩起了德国心脏病游戏。不料在游戏的过程中，永智却因为无意间被 Jin 抓住手，而惨遭全球阿迷们嫉妒。只是影片中永智率先拍到铃铛 ，Jin 则晚了一秒才拍，这时镜头也捕捉到两人双手交叠的画面。看到影片的阿迷们尖叫直呼我要哭了，好羡慕李永智啊，抓住你手的人应该是我才对啊。对此俊也在节目播出后亲自解释，我是打他的手，应该用往下打的方式表达才对，并不是抓住他的手。俊的声势解围，也让网友们纷纷赞叹，竟然为此出面回应，俊的 EQ 真好高啊。